甲栋盛兰园公寓三尸命案今天有后续进展。35岁的女嫌犯许美燕今天被带往法庭，被控两项罪名。第一项控状是她身为监护人，却因为疏忽导致7个月大的男婴死亡，因此抵触2001年儿童法令，罪成可被判罚款或监禁10年。另一项控状是她吸食安非他命，抵触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。一旦罪成，被告将被罚款或监禁不超过2年。面对两项罪名，被告否认有罪。